30岁之后不能晒太阳是吗？靠北。现在怎么样？有就好了。是第一层啊，等下第二层就。第一层，没有用。没有桶子啊，我找到重点是没有桶子。这样可以了啊，到了吗？不然我们能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唱歌讲话，放音乐啊，笑话一下，那等下嘉豪这边换我，换我跟你们一起。喂，这是笑话。